做。哎呀，我自己一个人做，我害羞。好，开始吧。我们一起做。好，一起做。预备起。Hey guys! Hi guys! Today, 我们 Isabel 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呢？哇，这么多东西，都有些什么啊？还有这个，这个什么给大家看看？这个是我的玩具，这些都是钓鱼的，我找不到一些钓鱼的那些东西，所以我只能把这些鱼都烧出来给我们吃。哦，好，继续。然后呢，这些人呢都是呢我们玩的玩具，而且这个都没火，我们也烧不出来。那你说我们要怎么办？要弄什么办法有火呢？到炉子上去。可是这些人不能烧啊，雪人一烧就化了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是需要的，雪人化不了。哦，好吧，那就都拿掉吧。好，那你就都把鱼煮着是吗？ OK。 我只有 Anna Anna Olaf。 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。阔，他的名字叫阔。你要这样子，慢慢的这样子放给大家看一下，知道吗？举着给大家看一下，哎，就坐着就好了，不用摆什么。This one Anna。This one Olaf。This one Anna。This one look tha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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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And this one Cool。好。这个介绍完了，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什么呢？介绍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安娜是安娜的朋友，安娜是安娜的朋友，所以他们两个名字都很像。只有一个安娜吧？两个。哦，两个 ，OK。好，那下面你这一大包是什么？这一大包。我们哦，这是你的篮子吗？对啊，这是装蛋蛋的篮子。哦，这个是什么呀？火把。做什么用的？这是 scooter 吧？滑板。大孩子的 scooter。哦，大孩子的 scooter， 对，好。哎，我的小孩子 scooter 呢？在外面。在哪？在外面。好，继续介绍。那些介绍完了，介绍这里面呢？我知道，我把这些都摆好。好。我跟你讲。Olaf 是 Anna 的朋友。对。因为 Anna 最喜欢 Olaf。对。我跟你讲 ，Olaf。他们两个的朋友。我知道了，这个是他在一个另外的个头发了，所以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两个，但是只是一个的。而且他换个裙子，我现在才知道只有一个。那怎么他们给我两个呀？我们自己买的吧。哦，你要让他去滑板吗？好了吗？还没。上面吗？然后呢？这
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就不介绍，反正就不介绍呗。嗯，这个是洗澡盆吧，当洗澡盆。洗澡盆，它在里面洗澡。不错，它也在里面洗澡啊。要怎么拼？怎么老撕掉？这是 Anna 的滑板。好了吗？它站在这上面。